带你来看这可爱的狗儿，它呢死要钱，你一定没有见过这样子的狗。这只呢北线这个永和的博美狗狗叫小坡，它呢最爱帮修改衣服的主人来收钱，而且呢更厉害的是它呢还会分辨真假钞，如果你给它的是玩具钞票的话，它会不屑一顾。他的名字叫小波，就是这家修改衣服的小店的镇店之宝。街坊邻居都知道小波有一个特异功能，这个特异功能只要一句话就可以启动开关，那就是老板多少钱？超肥的小波足足有9公斤重，俯瞰就像只特大号的毛毛虫。平常他总是很神气的，守在女主人身旁，要拐他玩只有这一招。哎，钱钱呢？钱钱，你要哪一个？他真的把我咬走了。他喜欢钱，他只是喜欢钱。100块不嫌少，1000块更好。重点是啊，小波超灵光，别想拿假钞骗他。钱钱，他说要钱，他不要那个纸。钱一进口就死命咬住不放，拿玩具来诱惑没用啦。小波只有一个弱点，就是食物。在哪里？小波爱钱，可以说是远近驰名。来修改衣服的客人都知道，给我钱，给我钱，不给我钱，我会生气。德森新闻梁焕黄俊元台北报道。